菜超市火锅特区，泰国有头白虾4.68一盒，韩式羊肉卷4.88一磅，各款火锅鱼丸2.88一磅，袋装金针菇1.3元，新鲜豆苗1.48一磅，阿姐靓汤8.8一盒，牛头牌沙茶酱9.9一罐，如意牌绿豆粉丝6.7一袋，龙虾球草虾丸2.99一袋，海威鱼肉豆腐系列1.99一袋，鲜冰圣子肉2.99一袋，海威鱿鱼须1.99一袋，新鲜牛百叶1.38一磅，新鲜蚝肉2磅装9.88一桶，买满50元即送2011年精美月历一本，酸酸甜甜尽在丰泰。欢迎收看由包 TV 制作的丰泰超市特约之金明烧饼无限饭，我是李小彤。Hello， 我是 Vivi。 逛超市呢，有各种各样的酱料了，酱油啦、油啦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一样是不可缺少的，就是醋了。大家看这边摆了这么多醋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些东西。对，没错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跟大家介绍醋。当然不是就是你跟别的女孩乱搞，然后你女朋友吃醋。你吃醋了是吧？我是不会吃醋的，这辈子也轮不到。好，说醋。好，说到醋呢，我们主要有四种大类的醋呢，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有这种白米醋，白醋。这种白醋呢，其实跟这种白醋呢，它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就是它的颜色呢是比较清淡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做一些像比如说凉拌菜呀、拍黄瓜啊、凉拌海蜇皮啊，这样它不会改变你盐的菜的色泽，然后反而能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油油亮亮，而且也非常的酸酸甜甜的好吃。这个不错，可是对于我来讲，有些人了，我是比较正宗的北方人了，我呢不是很喜欢吃白醋，因为总觉得白醋的这个酸味好像不是那么正，好像是有点特，只是酸，没有什么香的味道。说是不是其他醋会有些什么香的味道，让我才觉得不喜欢吃白醋？这可能主要是你的烹调的问题出有一点不对。就是说白醋其实跟其他醋是一样的。对，就只要你烹调的是对的话，那每一种醋都还有每一种的好处。那我想问问你，平常你是喜欢吃哪一种醋呢？我呀，这个嘛，是个秘密。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，我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陈醋了。为什么喜欢吃陈醋呢？因为它酸，它够酸。它为什么叫陈醋呢？顾名思义了，它在酿造完之后呢，它有放了一段时间，才有陈放了一段时间。所以说陈醋相比于其他醋来讲呢，它可以放得更久一些。这个陈醋呢，酿造方法呢也是有一定的，也吸引到我了，因为它是以高粱，它多数是以高粱为这个主要原料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陈醋呢，它会加入的少量的酒曲，然后呢与低温的酒精进行酿造，所以说我就觉得，哎，醋里面加酒了，那它味道应该非常醇厚了。吃陈醋呢，它对肝好。为什么说它对肝好呢？它能帮助肝排毒。这个陈醋里面含有这个氨基酸呢、琥珀酸呢，还有一些醋酸呢，它在这个进入人体以后，它会转化成一种肝脏所需要的蛋白质，然后呢可以修复肝脏一些所损坏的部位，这个组织了，不是部位了。所以说呢，吃陈醋呢还是有助于肝脏的健康。那我跟大家介绍呢，这种镇江香醋。那像这种醋呢，我平常是比较喜欢用来做糖醋排骨。那它可能跟山西陈醋呢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呢这种醋呢，它的味道可能会稍微清淡一点，没有山西陈醋呢来的那么的酸，然后那么的厚味。像糖醋排骨的话呢，通常呢我们可能会需要放到这样的分量，因为这样呢才可以让所有的排骨吸收到它所有里面的酸味，然后提升它排骨的鲜味。这样是多少？这样大概是2安士。两安士啊，其实也要看你家里的人有多少，然后你做饭大概是什么分量。那我们家7个人的话，对，就是有爸爸、爹地啊。行了，别查我家户口了，我们能说点正事吗？好，继续。说完了陈醋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香醋。那说完了香醋，对。嘿，你还纠正我了，不错，有进步，这是必须的。那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介绍一种比较特别的醋。大家看到这个醋的颜色呢是红色的，这醋呢就是它比较不同的就是我们很少用它来烹调，大部分呢是拿来做蘸料，像我们有时候会吃到一些赛螃蟹这样的菜肴，可能就会淋一点这醋上去。停，赛螃蟹，赛跑螃蟹，你是没吃过呀？我真不知道，我是螃蟹怎么还有赛螃蟹呢？那说到赛螃蟹呢，它其实是算是一道半斋菜，就是说你知道和尚是不能吃螃蟹的啦。那么呢，他们又想体验一下，就是
能有一种鲜味的菜啊，就是做出来一个东西，它超就赛过螃蟹，就是对了，它的鲜味是赛过螃蟹的。其中呢，这个浙醋呢是功不可没的，因为它能完全把鸡蛋的鲜味带出，有蟹的甜味来。哎，你看，我看这个红醋里边呢、啊，它有一些沉淀，这个沉淀好还是不好呢？哎，其实说到醋的话，它越是纯正呢，因为它毕竟是用一些植物来酿造的，所以呢，它可能里面会存在一些沉淀。像这样的沉淀呢，其实是好的，因为这样就说明它比较鲜，而且呢是用了正常的比较好的一些酿造工序。对了，好，我们再看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醋。那哎，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醋，这叫做天丁甜醋。天丁甜醋呢，就是说是在那个醋里边呢添了丁。那能吃吗？你不怕硌嘴的？那这个天丁甜醋怎么解释？天丁这两个字的解释呢，就是说在家里添了新的成员，然后通常呢是我知道了，就是说是结婚的时候，就是男丁，就是说女的结婚的时候吃这个甜醋。不是说结婚的时候吃这个天丁呢，是说女士生了孩子之后，然后通常呢在南方人家庭里面呢是会煮姜醋的，在满月的时候派给大家吃，把喜庆分给大家。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想，就是说当一个女的她怀孕的时候呢，她会比较喜欢吃酸的吗？对，那她会不会是需要吃这个天丁甜醋呢？都说了这是生完小孩再吃啊，就是一种庆祝的方式。对，我是明白你的女朋友都是没有这个我们可以不，我们那不谈这个，不谈这个。哎，我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瓶子，八珍甜醋。那猪脚姜的食谱就在这里了，这是南方人的一种传统我估计你也就快用得上了。我还需要几年对，不用、这个、不用，五个月。他真还需要几年？这个猪脚姜就是炖猪脚。哎，对，它是用甜醋炖出来的姜、猪脚跟鸡蛋，这样呢，就是像我刚才说的，在满月的时候分给大家，把喜庆分给大家。那我看到除了这么多醋，还有两瓶这大的。哦，对，这不用看了，一看就是白醋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大一瓶白醋？其实这个白醋买起来挺实惠的，这么大一瓶白醋，你说拿回家里边，这吃个个把月的是没问题的。其实呢，这种醋呢，不是说不能吃，而是说它的味道太刺激了，有时候我们反而不太喜欢它。但是这个醋呢，也很有好处，就是说在你家里杀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做熏醋，或者说用这种醋来。调兑小小的水，然后呢再拿来拖家里的地，这样的话呢会让你的家里比较干净，就比起那个漂白水的味道来呢容易让人接受。好，就是拿来消毒杀菌。对，没错，刷厕所啊，擦地板啊。你想买吗？这个我还比较少用到的这个啊。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呢，其实我刚才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醋，这个呢寿司醋，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用到，就是在我们做寿司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家自己试试看做寿司。你买了？我知道。哎，这个我知道。你说来听听。哎，据我了解啊，这个寿司醋啊，它是在把这个米饭呢用特殊的糯米吧，然后呢蒸完米饭之后呢，是糯米吗？不是。啊，就寿司米了。啊，别来看。然后呢，那个米呢，蒸完米饭以后呢，把它稍微晾凉一点，把这个寿司醋倒进去，然后在里面搅，一直这么搅，然后这个米饭才会粘，才能就是把它给团成一团，这么团起来。对，没错，这个醋呢就有这个作用。但是呢，在做寿司饭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有一点小窍门可以教一下大家，就是这个米呢，你不能说放在电饭煲里就马上煮它，你让它泡一泡，吸收一点水分，这样呢做出来的米粒会比较饱满，也比较容易能吸收这些寿司醋，然后如果吃起来的话呢，也会感觉比较口感好一点。啊，好了，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醋给大家，相信大家在买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这个想法了，对，没错，知道怎么去购买了，希望他们知道了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可以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。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呢，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《丰泰超市无限饭》。在结束之前呢，我们要跟大家看一下本周精选。丰泰超市本期精选：迷你西瓜9.9一个，无骸黑提8.8一磅，特级黄金梨6.6一磅，红肉橙7.7一磅，中国南风蜜橘9.8一磅，新鲜节瓜3.8一磅。奶油白2.8一磅，新鲜莲藕8.8一磅，新鲜炒牛肉1.88一磅，鲜冰牛仔骨1.88一磅，美国一级童子鸡2.66一只，半老走地鸡3.99一只，新鲜猪肚9.9一磅，新鲜兔子3.38一磅，三文鱼扒3.88一磅，
油水白鳝5.38元一磅，海银利3.99元一磅，扶阳白鲳鱼2条装6.63元包，巧克力牛奶4升装2.66元一包，雅素酸奶系列650克装9.9元一盒，有机甜糯玉米500克装8.88元一袋，Fruitopia 杂果汁1.88元一瓶，牛头米18磅装11.99元一袋，假日午餐肉340克装8.88元一罐，大白鸡蛋18个2.99元一盒，韩国大红薯粉丝5磅装4.99元一袋，日本一季欧蛋卷饼干系列9.9元一盒，张立生调童年糕3.2元扎，烧鸭濑粉3.99元一份，冬至恋寿司4.99元一盒，蜜汁烧排骨1.88元一磅，香葱龙虾6.99元一盒，鱼香茄子2.99元一盒，香炸多春鱼1.58元一盒，宣蒸菜肉包1.4元，泡椒凤爪2.99元一盒，锦盒上素1.99元一盒，各款水果酥条8.83元，白方包9.8元一袋，美式蒜蓉面包1.99元一包，食家有道就在丰泰。